他们为他们的教育权利而积极发声。现在，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一位正在这样做，而且特别优秀的女孩，她叫妮卡，今年15岁，来自老挝。妮卡热爱学习，她说希望自己能一直坚持学习，以后成为一个为改善他人生活而做出贡献的人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